针对这次考试呢，我们做了以下几点准备。第一个呢，我们提前和校方联系，对于学校这边周边的安全和卫生情况提前做出了部署。那第二个呢，我们在周边联系了一些停车场，给考生的考生和家长他们的停车做一些方便。第三呢，我们跟周边的一些宾旅馆做了沟通，那么在他们考试的间歇需要休息的时候，给他们提供一个地方歇歇脚。我们有一支机动部队，就是一旦考生发生了特殊的情况，我们随时准备到位，随时出发。希望今年的考生能够不负自己的努力，考取心中向往的大学。祝他们早日金榜题名。